第一次拍新威森林公园的花翅三角鸟是在11月6日，那时花翅三角鸟正在筑巢。今天12月9日，我再去看它，它正在做巢孵蛋。本来想碰碰运气，看会不会遇上蛋孵化了，结果没有。一早来到新威森林公园，草地上没有人，密密麻麻的小蜂充斥整个公园，真是奇景。花翅三角鸟正在做巢孵蛋，由于总有一只做巢，所以是在孵蛋没错。但时隔1个月又3天，花翅三角鸟仍会带巢材与蜘蛛网回巢修补，可能下蛋至今不会太久。一般孵化期约25天左右，我想应该快孵化了。由于孵蛋的画面变化不大，拍了半个小时，我就去寻其他的鸟了。很高兴今天拍到了灰卷尾，因为上次没拍到，算是得偿夙愿了。它正努力地寻找空中的飞虫。小啄木在公园里算是常见的鸟了。小卷尾在台湾是特有亚种，分布在中低海拔阔叶林。红嘴黑背也是台湾特有亚种，嘴与脚红色，身体几乎全黑，也很特别，数量很多。灰喉三角鸟是普遍的留鸟，常与其他鸟类混群。公鸟是漂亮的橘红色，母鸟则是黄色。树雀也是台湾特有亚种，蛮聒噪的。台湾拟啄木，我们俗称五色鸟，是台湾特有种，常只闻其声不见其鸟，一身的绿色很容易隐没在枝叶间。回到花翅三角鸟，这时是公鸟做巢，当它离巢交班后，鸟友们就去跟拍。它先是在一棵树上离羽，又跳到另一枝条上离羽。接着开始觅食，跳来跳去，他抓到了一只螳螂。
后来在树枝上鸣叫，这是我们平常听到的叫声，还算清脆悦耳。后来这行为把我给吓了一跳，不但声音不一样，动作也很特别，举一翅膀叫一声，左右交替，太特别了，不知道是什么用意，我猜是对母鸟的呼唤。接着他衔着一根草柴飞了回去。母鸟也应声飞出，两只鸟在空中绕了一圈，公鸟带回巢材，又开始孵蛋。今天能拍到这些细节，真是高兴，算是收获满满了。我12月9日拍的这个影片，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要发呢？因为点宝西大马路北门黑腹燕鸥及方院的大勺鹬比较有时效性，所以先发了。12月25号，我大致剪接完成，却听说了雏鸟已经孵化了，只好又跑一趟又归。雏鸟确实孵化了，我看到了两只雏鸟。一位鸟友说，他用电脑检查，认为有3只雏鸟。由于雏鸟很小，我们仰角拍不容易看清楚，雏鸟若不探头我们是看不到的，再过一阵子雏鸟长大些就更容易拍了。信卫森林公园昆虫很多，食物来源不成问题，许多是属于幼虫，一时也叫不出名字。对啊，对啊，带你去。对啊，兄，去跳呀，带你去跳去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您订阅并按下小铃铛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